腌制，你是说那个菜吗？放在盐里面。小鱼，红豆，什么叫红豆？是哪一种红豆？豆子，小鱼还要腌，那它经过了腌制，就相当于它本质已经变化了，变化了就不能挂了，它就不属于初级农产品。豇豆，这豇啊，我都没吃过那个什么豆啊，我真的我都没听说过那个玩意儿。豇豆，这读豇子，我还以为读红豆呢。这不豆角吗？怎么给你们嘴里怎么就变成这个，就变成了另外一个文案了呢？豆角吗？你换个词我都不知道了。讲，但我们都说豆角，豆角，就直接简称豆角。好像也是，好像普通话里面我也听过这个词。统一回复。撤回回复，停止发送，2天内统一回复被撤回四次后，则对该客服。将停止自动发送该内容回复，同意回复重复自动发送2次后，我们湖北农村的丰富。湖北那边也差不多，对，我们这边不一定。我在弄店铺的那个设置。
我慢慢弄啊，我没有着急，我就看一下就是有什么东西，因为还没熟悉他们这个东西。物流工具，不是，我已经慢慢看一点，看一下有什么东西要设置。等确定再做上去，我没有弄完，我在弄那个客服，就是假如说别人咨询店铺会有一些客服的配置，我只是配置这些，我还没弄其他的，其他到时候可能我要。我要去问那个，就是叫问一下抖音的那个客服。感觉看到这些功能好多，我人都发麻了。我跟你讲，真的好多东西，看得我人都发麻。我怎么不知道？哦，可能我没有看，我的确不知道，没有看，我肯定不知道。我基本有很多东西我都没看。我刚刚这个入口是从哪里进去？我在。感谢神秘人哥。什么意思？这么晚还没睡？那么晚还不睡？大晚上的，你要看啥？我没有在写代码，我在看那个抖店的那个后台，因为像有一些配置，我要把它配置好。配置好的话，明天再把那个抖店的那个，就是有一些什么东西，可能问一下客服，就是那个物流，因为哪有大晚上取的？哪有大晚上取人的？那是古代了，古代才是大晚上结婚呢。我们现在都生活在现代了。SOHO 消息配置提醒，我现在我都多就都几个月了，10个月没敲代码了。不 对呀、啊，那个叫什么？之前以前，哪怕是送啊送草的时候，还有其他草点好像都是晚上的时候。待售后处理实时提醒。APP push 是什么意思？